王柏荣入闸，日本火腿德标取得预约权。中华职棒拉米狗桃园队今天宣布，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职业棒球队获得大王王柏荣的优先预约权。消息一出，拉米狗领队刘介廷也表示，接下来就是由火腿和球员经纪公司来洽谈合约。虽然不方便透露有哪些队伍对大王有兴趣，但先前其实就有传出了，包括阪神、欧力士、乐天、罗德、巨人、西武等多队都对他非常的感兴趣。而王柏荣在专访时也表示，从小看了很多的电视新闻，对日本职棒也有很多的憧憬。希望自己可以加盟有出赛机会的球队，然后期待自己全部的棒球能力都能得以展现。而比起今年的2400万日元薪水，他更想要的是圆自己的梦，让自己能在日本的职棒历史上留下漂亮的成绩单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